喂，唔好意思，跪低咗。上车坐下先啦，开车十五分钟到。唔紧要啦，上车咪中国。我啊，久经训练，话头醒尾。Roger 咧，个人啊真系点讲，样样嘢都同我好夹，不过佢就偷食，信我。咁我系咪应该一早接受个咁嘅人？呢个世界唔系净得 Roger 一个男人噶嘛？FWD 富慧保险呈现暖男爸爸，今晚9:30 ，Feel TV。